好，来看一下它的关键的这几个路子。嗯。因为乒乓球当中，如果我们有的时候讲俗话的话，三大块，就两个人比，第一块是什么？叫锁住，对，就看控制，锁控谁好。第二块叫什么呢？就叫封住你，那就叫防攻，那么这个里面当然包括在相持里面都算，这个叫防攻。第三个什么？就是冲击，就看你的冲击大还是不大。这三个当中就是三大块，两个运动员比，只要是两对一，基本上就是他赢。像过去你像马林和这个王励勤，就是标标准准。第一个锁攻，马林明显比王励勤好。对。啊，第二个封攻，王励勤明显比马林好。第三个叫冲击，也就是大家抢攻的进攻能力。王励勤的中台好，那个近台好。对对。所以这两个人就在伯仲之间。今天你赢，明天他赢，就是一对一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个东西，就拿着这个三块像三把尺一样的量。如果是二比一的话，就是我比你两个地方比你好，基本上就是60开了，你基本上没机会。这个球，郑飞峰这个发球啊，是啊，想得很好，很清楚。现在所以说开局呢，许昕是非常不利。许昕在这个第一场出场打这个谁的时候，庄智坚说开局也不是很好。现在许昕跟他打，现在是非常难受的这个地方呢。你让他花大力气呢，他总差了这么一点。你但是你不花大力气的话呢，你这个球拿不下来。对对。你完全打你的框架球，就是基本实力球的话不够，你还要抠细节。那许昕一般碰到这种小孩呢，他愿意打大路球，就拉起来跟你打。我们拉起来跟你打的战术不是很清楚，就不是很严密的。那么这批小孩跟他打呢，我们讲他差一个档次在什么地方呢？就他的质量。许昕的质量明显比他高，就人快也比他大。然后冲出来球冲力也比他大。对对。这个从这个生物力学啊这个里面讲的时候，你看，卡片，不过一会儿回来。对你游击战打了这个前一小段，他现在把你开始打，大家打运动战，打阵地战。这种球就对许昕来说就是二分之一。你别看这种二分之一，往往在比赛最关键的时候，就二分之一球处理的好与坏，就决定你的胜负。过去二分之一处理最好的就是马林。对。能控能抢的时候，他这个球出来一定非常好，漂亮。这个球呢，就是抢了，二分之一是抢了，但是对方给他罚的好。对方很清楚，放了一个半高球，他就后面退了，就等你了。现在7-5，郑飞峰领先两分。漂亮，这把就是搓多了。而且很明显，你搓过来这个球呢，就是说对方也看到判断你不是很转，所以说我就又高，马上下手，不能搓两板的。对，摆两板都不行。男子当中摆两板的话，你要吃对方的反旋转。那他这个球啊，刚才打又和前面的五分球一样。对，打那个谁的时候也曾经发过一个，对，打那个上分，对，也偷过一个。现在许昕呢是又是5-9落后，曾经1-5啊，追回来。所以许昕现在对他进攻的成功率一定不要抱有幻想，就是准备防他，就准备他打到。哎呀，郑培峰这把球的处理很聪明，
他借着你的旋转拱了你一下。比分哎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7-10，7-10，对，七比十，应该7-10，对，现在对，就是说刚才因为是5-9，5-9没有加分，对，没加，没有翻。讨厌，讨厌，这就讨厌了，对，这就这样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11-7，郑飞峰是拿下第一局啊，这个确实今天郑飞峰发挥的非常好。刚才郑培峰这半反手吃耳光啊，就打得非常扎实。一段时间呢很好，就是从1-5落后，然后打到5-50啊，接下来呢又打到这个5-9啊，所以说这个看来还是就是说今天还是要前面就开局呢一定要，现在我们讲十一分制了以后呢，你开局要开，前面如果落后太多了，是的，难是太被动，而且关键就看你是什么样的状态，对对，你这个状态松下来，然后再要紧起来的话，至少三分球，就我们讲从一个低的已经散了，然后再集聚，至少三分球。你没有三分球，他这个时间不够，所以你不能让他散下来，可以松一点点，但不能散。对许昕来说，对他必须你要把他当成大牌来打。对对对对啊。清楚吧？许昕，他拉，一旦在弄到中台相持的时候，他实际上他不退台，对对，他完全借你的力，而且借得非常舒服，啊。所以对许昕来说，你要冲开他的话，你人要靠前一点，你完全在后面的话，你这个速度就慢了。漂亮，就是这个，漂亮漂亮，郑飞峰这个球打的感觉不错啊，相当不错，太好了。所以江苏队把它做成一号主力的话，也不是随便放的，是吧？尽管经验肯定是庄智渊比他好，但他还是有弹性，他这块也很，就刚这块衔接就很快，你看，有很多这个，我们可以看出他虽然年纪小，但他的路子很清楚。啊，我前面搓了以后，后面怎么打？我前面是拧了怎么打，很清楚。他这个都讲套路，我们讲的这个套路叫什么？这个叫加速的路子。这个加速路子一般就是三板球，三板球必须作为一个环节。所以乒乓球会的有前三板、中三板、后三板。总是把三板作为一个路子。如果你没有路子不衔接，三板球合成以后达到一个战术目的。很清楚，你看他什么时候发力，什么时候借你的力，手上的感觉好，对对，感觉好是第二位的，主要是他的思路很清楚，他调动的多好。这个就不是许昕放松不放松的问题，你必须现在要破他的局，对，他在控制你。你看，这个球他们就不打好。你的许昕的下面呢也是有一个动作加转啊，当然因为许昕希望形成中台对抗的局面，但他现在不和你形成啊，他老东一榔头西一棒，你看见吗？你能看见吗？轻的看见吗？看见吗？又轻的看见吗？轻的，这球他打得很就打得巧啊，你在后面等着，我不给你后面吊你上来，没机会，你发不出力。现在小孩当中像他这样，像他这样，很少有。小孩都打不出这种球。这种球许昕就不怕了。对啊，你来。他的武器库里就这点球。你一旦破了以后，他是没有办法。但你要破他，也不那么容易。想搓长，但是这个球进了啊！
一个是高了一个出界了，这边还是没这把球就是许昕猜到了，你想控制我，我就给你个不穿。来投一个，又投一个，非常好啊！这板球飘的，对，而且真的很长啊，然后要擦边了，这个啊，非常飘啊，这板球。许昕这个球他会漏掉，就是他这个球非常飘，后面有点停顿。对，好，就这个许昕这个球摆得很好，变化很快。这板球就是由阴功啊加了转。过去白短也是最好的，就是马林。马林，马林手上的感觉是真好。对，马林还不是这一代人，他是在乒坛历史上，他的手上感觉都是。所以郑培峰想把，因为他的实力不够，他想把许昕什么的堵在弄堂里，对，在小弄堂里，啊，恶心死你！对对对。那么许昕呢，就要把他拉到这高速公路，拉到大马路上，我要撞死你，啊，那就两个人就斗智斗勇了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对了，许昕加油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这又是许昕的问题，搓球绝对不能这样随便。对对对，你以为对方不能发力，他就是跟你发力。他刚才两人摆短的时候呢，许昕占上风了，没想到这个球稍微长点，对方啪，对呀，马上就。哎，这把球是可以的。许昕还他一个，还你一个，还你一个，我让你上，我防你，可以的。这样的话，11-6的许昕是扳回一局啊，双方1-1。这样的话呢，应该讲许昕的这个。也找着感觉了，那对方的这个招也都出来了，就这么多了。今天比赛到目前为止，燕京的吧，我们两个都看得很清楚。就今天的比赛，如果不花全力，不动脑筋，不抠细节的话，你好多球根本就拿不下来。对，今天每一盘球，每一场球，都在抠，这就是比赛精彩。就精彩的是，对这比赛呢，我也希望呢，这个比赛就是说许昕拿下这一场，那么这样的话2-2大比分，那么第5局呢，第五场出场呢，我们就看郑荣植对这个彭昱轩，那么这个人这两个球，这场比赛，因为他们呢也很有这个偶然性，因为什么3局2胜，对，最后又抢七，第决胜就抢七，是，那就说谁输谁赢就很难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双方这个许昕和郑培峰的，双方的都是第一主力的这个交锋当中，现在这局就还是很要紧。现在就看许昕用什么样的状态。为什么我们老说许昕？因为许昕水平比他高，对，档次也比他高。就你的状态只要对头，对方基本上没什么用。漂亮，这球漂亮。所以过去有很多人都在说，许昕为什么比赛的时候他喜欢朝后面走？实际上他也不是完全就是他没有数的朝后走。许昕的发力需要有比较大的空间。对，所以他老是要想朝后走。但是现在，你如果还是老朝后走，你速度就没有了，必须要顶到后面去，请前面去。现在许昕的状态越来开始一点上来。这个叫什么呢？叫实力，实力要说话的，千万注意，对方没有松懈，你不把他捏住的话，他还要跳出来。张培峰这个球就是在落后3分以后吃了亏了，直到第4分，你看他就他肯定要动了，他就趁你低谷的时候他动你，看见吗？漂亮，看见吗？好，看见吧，这把球起点在什么地方？就许昕的接发球不严密，对对对，这个是起点，不是后面的球。对，你的接发球随意接，后面被他救回来已经是很好了。当然我知道他肯定想干嘛，试试看，看你攻的是我吧。这个东西没有试的，对方的状态很好，你试也没用。我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吗？就
你到这个时候只有一条路，第一是要加质量，对，然后在加质量的基础上你可以分点，嗯，啊，可以变节奏，没有质量什么都白抓。您也有质量，冲也有质量，发球也有质量，对了，这就是质量，很赚呐。这段时间呢，就这两分啊，我觉得郑飞峰这两分失的有点，他有点纠结，到底怎么样？这个球没有，他实力不够。对对对。好球，太棒了！许昕，加油！好看，许昕这个球实际上已经在深打了，对对对，就干打了。他想这个球呢肯定死掉了，没想到就许昕还能够捞。对呀，这个是真的是。上海话叫上去了，对，硬吃了。现在你就把明显的感觉，一个大人一个小孩了，是吧？他质量不够。因为郑培峰本来就希望什么呢？通过他的变化，把你打了毛掉。嗯，对对对。那么许昕不毛的话，那是本来就是他比你水平高。没了，现在怎么打怎么没有了。哎，不行，确实这个比赛这个东西，它也是就是针锋相对，扬长避短才行啊。能，你看这种球出来了，这种球出来了就不对了，这个有点乱，那有点乱，但是好在就是反正他第一局他是赢了啊，现在一比一，现在这二比一的，那打不上了。我觉得有点乱，12-11，那么这样的话是。拿下这个第三局的话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现在是2-1，许昕几分领先。所以我们从这场球，包括第一场尚坤的和这个第二场尚坤和他打的时候，都看出来，就是什么呢？许昕因为他的质量高，所以他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他可以把这个局面扭过来。你如果像尚坤这个质量不高的话，你要扭这个局面，几乎你的没有什么办法。所以质量，所有运动员都要记住，当这个质量不是干的，不是硬的，不是僵的，必须要有弹性。对，就明显的，你现在这样的话，就许昕他这个相持跟他相持的能力，或者他就对他压力大，他的失误也是到后面，他这局当然了，比分可能相差比较大，他最后也是有点这个不是那么上心，有点懵了，哎，有点懵，有几个球打的就是没想着怎么打成这种球，对吧？好，看看双方第四局啊，前面三局的局分是许昕2-1领先。漂亮！好，这板球甩鞭子一样，非常漂亮，刷下。这个是直接大蟒，大蟒踢下出来了。大蟒这个甩鞭子甩得真漂亮。好球。郑飞峰已经不错了，你看刚才他这个浪来，他第一是很快啊，马上是2-0，这个确实这个一下差距拉开了。像许昕这种弧线，他实际上擦边的几率是蛮大的，对，因为他弧线合理。对对对对啊，不要着急，这个有点平啊，不要着急，你要这样反加力的话，你人就不要退后。不能一边退一边加力，那是最讨厌的事情。现在如果许昕上这儿，这个刚才他这个回球啊，其实他郑荣峰最回分最舒服的，最想看见。上来点，对，上来点，对。这个球呢，许昕的球呢，看上去像表演的，这个很像表演的表演赛呀。他想这个多放两拍，然后让对方体力消耗也大一点，再然后再反拉啊。这球他是可以反拉，但是他人必须要朝前靠。那当然，郑培峰就是说给他的这个反手一直打他这个反手，压的也是比较压制住他，让你正手给你发挥出来。漂亮，漂亮吗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所以有时候你还不能把它放出来。不是，你看他现在在前面就手护住台啊，我就不退。
我速度比你还快，你拉你质量高，所以现在许昕借力能借，你必须要拿出自己高质量，必须要冲他，对，你全部挂起来还是不行。对了，来来来，两像我们跟他是有点像心灵沟通一样的，你稍微就是说你冲一下，这个速度提高一点，他的就回球就慢了，就质量就没有。如果是不是他啪啪啪，他正好该对上。什么叫状态好？就是他的想法和我们外面的人想法合拢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郑佩峰的发球，现在3-3。3-4，郑佩峰现在也是在动脑子啊，当然怎么他当然不甘心这样走，对，总要给你制造一点。如果能够再拿一局的话，他最高兴。这又是个晕招，这板球对他来说就是他现在，如果是樊振东的话，这板球一定加力，对，他这板球想撑起来，5-3。哇，这运气球啊！这板球是有点运气的，就要暂停了。郑佩峰这边加速中超，加速中超的郑佩峰就暂停。因为这两个人的实力有差距，对，真的打到这底数的话，那肯定是许昕占上风，他们就要在前面把他搞乱。那么当然要搞乱他不是那么容易，你必须自己要出质量，然后呢让他自己发毛。那么你想，让这样一个世界级的选手，他要老发毛的话，这真是非常困难的事。所以说双方的这个都是第一主力碰上啊，第四场是碰上，所以说这个球是很好看。对。郑佩峰第一局发挥会很好，11-70，那接着是6-11、2-11输了。现在呢，到第四局，现在3-6落后，6-3，许昕发球。我们讲什么呢？这场比赛，只要你或是你拿出80%功夫，这场比赛就基本上是好看的。最怕什么呢？他只要5-6%功夫，对，就弄你了。那这个比赛就，那不是他的问题，那就是你下面的队员。现在郑佩峰今天，我认为他是打得不错，他还迫使你必须拿出80%到90%。对，好。哦吼，这个小球好。这个球，所以郑佩峰现在也遇到个卡，对，因为他打得比较均衡，打得比较巧，那么你要发力呢，这个时候就会把这个原来的结构打烂。但是不发力的话呢，你质量又不够，冲击力不够。漂亮的，哦，这是许昕世界级的表演，对对对，太漂亮了。这板球它吃进去的时候，进入的角度稍微差一点的话，要打滑的。这个球真的是太精彩了，这就是大了，这份精彩，双方都打得很好。你说郑佩峰郑坤这球已经很好，但是没想到许昕这个球，哎，首先是郑佩峰，你迫使许昕，把自己的功夫拿出来了。10-4，那么这样的话，许昕得到了这个几点啊？对。想这个尽早结束战斗，所以说顺势上去粘停，哎呀，冲一下，没反手，如果这个球冲上不得了。哎，6-10，至少我们这里就看出来，你只要稍微走神，对，那马上你就拿不住他，因为对方没放松，还对方还在拧着拧。许昕这个是对。实际上他前面已经松下来了，这个松不是不由自主的松下来了，一个是他现在打得那么好的一个球，对吧？那个体能消耗也有，那么再一个呢，就是说在这个
比分呢也到了10-4，哎，10-4，想怎么样稳拿了，其他地方所以说有点松。所以他现在呢，他马上主动自己叫个暂停，对对对，这是完全对的。他等于把原来我们讲3-4分的这个差距，他通过时间换空间把它换回来。今天呢，应该讲这场球观众可以大饱眼福。当然，我感觉我其实没看其他比赛，我感觉也是今年这个中超比赛，我也看得很传奇的一次，很比较经典的，很过瘾。因为你现在打完了以后，马上就要肯定是决胜场比赛，第五场，而且这个打就黄金一血。实际上像今天他们的这个比赛，把我们的情绪也吊起来。对。看这十分，刚才10-4，这个一分走。看似很近，但是还必须通过自己努力。来看一下啊，16，徐熙发球，加算的。啊，10-7，这就刚才说的，他这个状态就是下去了。对对。所以现在他一定要想办法。慢慢的熬回来，对，搞得不好就要打到10-8，对，就看许昕发球能不能抢先上去，好球，漂亮，太漂亮了，许昕加油，太漂亮，我们也要为双方加油，郑培。